爷爷呢？预备，开始！快快快快赢了！有，有，炒蛋你在点亮？对，是这样子吗？处在这个茶树林中间呢。哎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大片的一个茶树，有味道，有没有？有香哦，茶树的味道，闻到没有？好喜欢茶，好香，闻到没有？好舒服哦，今天舒服。哎，这个天气很好，这电动车太舒服了，太舒服。我们叫骑回台北好了，太摩登了。你看，我的学校 ，Hello， 我学弟学妹在迎接我了。大三问候，徐爷啊，一百七。徐爷爷呢？徐爷爷，好，一二三，叫哪一个？一二三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哟！来，一年级的举手，一年级的，哇，好可爱！一年级只有六个，二年级的，二年级举手，好，排好，都排好，都排好。啊，那后面三年级的，三年级举手，两，三年级三个，四年级啊。哦，四年级，四年级，五年级的，五年级，哦，两个，两位，六年级就一个，两位，三位，三位，哇，厉害了吧？怎么什么都可以倒，教育不能倒，没错。但我觉得很棒哎，因为这样子啊，老师就会比较关注，比较关注得到，不像台北市几班你在归园哎，他们觉得很无聊哎，每天都看你看你快二三哎，对啦，就这几个。以前我们一班可能就四五十个，对不对？打打闹闹很好玩了，现在一般就这几个。但小朋友这几个玩在一起就开心。你会不会看他看得很觉得很烦呢？不会，后面的点头，后面的点头。六年级就有三个，六年级三个，那你也不能说很无聊，对不对？他说对，他只有三个。哎，校长问一下，你是大连人吗？不是，你好像好像军人。我溪口人，溪口人，溪口的，溪口隔壁的，溪口就算嘉义人，哎，算嘉义人。所以校长好不好？感谢各位啊！从小就要教拍马屁。没有，来哥，来问一下，比较可爱啊，校长。我从小一进来就教他十八岁，到小六毕业还是十八岁，太好笑啊！你来，他会叫你爷爷。还有校长室啊，各位，校长来，我校长室，校长室。哎，以前到校长室是一件每年做的事哦。看到这个背影，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？这个背影没有变。他是我小学老师，一定姓姜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哪个确定哈？确定姜老师。姜老师，我要错的话，我操场跑十圈。好，那你多久没有见到这位姜老师？大概起码有二三十年了。是，所以姜老师对你应该还有很大的影响。当然啊，我像这么红。是啊，而且我看他的头哦，喜欢歪一个角度。你看我，看我厉不厉害？好，请问是姜老师吗？是是是。哇！来来来来，姜老师，来，你姜老师不用。老师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来来。背影我看着我就知道了。哎，这没有安排的哦，没有安排的哦。老师教我的时候，他们就二十几岁，他起码大我十几岁，所以老师现在都八十几了。八十几，八十二，八十二，八十二。姜老师以前奶哥很皮吗？一天到晚打我啊！真的假的？常打他？不皮了，他很活泼了。好不好？老师会讲话啦。现在这样讲，嘿，老师打人很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看到老师。我绝对没有乱打，没有乱打。所以来哥，你是真的很皮才会被打。姜老师，你马爱很骄傲，你有徐乃麟这个大龄之光，对不？哈，哦，社团大龄之光，哎，我是社团霸凌之光。社团霸凌，大龄大龄，我在对联，大龄啊，大龄啊。乃哥，你是第几届的？知道吗？第四啊，我真不知道。有照片吗？啊，有照片。十二岁。十二届吗？乃哥，你找一下。十二届。那你要回来开同学会了。乃哥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在哪？我第十二届啊。嗯，看到没有？徐乃麟在这里。哦，对对对。照片。哥，相片的画不啊？徐乃麟，照片我大概知道位置。这样子看会比较清楚，对不对？我来看一下哦。你每个人长得一样哦。应该是这一个。就摆的那个。你是 C 位啊？我觉得是那个，对，乃哥你说的没错。应该是。真的有哦，真的是哦，应该是这个喽。
磊哥，怎么样？说您是体育健将，我们学校里的学弟妹们想要跟你比一下体育项目，这样子不是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对啊，我的学弟学妹跟我比，是的，跟爷爷比啊，哎，我要赢也难看，我输也难看。不要紧啦，咱都紧到后了，好不好？就输吧。我去跟学弟比比赛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去比赛，交流交流，不要紧。干什么？两位体育系，对，两位体育系，我们撇清关系。我们来跟你的学弟学妹比赛啊！我们两个跟他 PK 哦。当然啦，当然啦。那来来来，这么多人，我们怎么分？一个人选四位选手。那我就选这四个最高的啊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笨？你不会赶快选吗？赶快选！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我选校长，我选校长。好，这是四位选手，我们两个选。你们来，你们看你要哪一个？赢的选。剪刀石头布，不选这个，这对好，这对啊，哎，这对，那我们就这一对哦，一二三，一，二三，必胜，必胜，必胜，来，准备喽，准备喽，预备，开始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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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大手，高手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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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加油。跑，快点，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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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太拿给，一接到棒子就跑，哦，厉害哦！对对对，第三棒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快，来喽，加油！赶紧，赶紧！快加油！哥哥快！别点！加油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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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赢了！赢了！赢了！爷爷队获胜！太棒了！我们还掉棒哎，看到没有？我们那个棒是排得多好，真的。中间那个第二棒还漏棒哎！跑，快点，跑，快点，跑第二棒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来，瑞嘉哥哥这边的集合，嘿，男爷爷这边的集合，男爷爷，你知道输了要干什么吗？要打屁股打十下。吓死了！我的妈呀！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不知道输的我们要发什么。对啊，我们要发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哈都很优秀，因为输了他都会很难过了。没错，难过。跟这一个人在一队，他们就是注定输，注定输，注定输。因为两队都非常非常的棒。对了对了，真的拍拍手，拍拍手。来来，跟对方握握手，握手，对，很棒，来，哎，那不要握他的手哦，握他手会倒霉。啊，输了，输了，改运，改运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，好吧，谢谢你们啦，小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好吧，大招招，谢谢爷爷一杯敬。好可爱哦，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对那个输赢很重要，所以我是有真的认真的安排，但是没想到最后差一点点，但我觉得蛮好玩的啊，因为可以跟小朋友这样互动，相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经验。知道我们小时候家里有多穷，你刚刚看到我讲那个都养鸡的，嗯，我们这边养鸡的包括这些可能都是养鸡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帮着我妈妈清鸡粪，哇！我们去帮别人家清哦，嗯，清一场30块，你要把它鸡大便爬出来，再缠在那个本鸡，然后飘到粪场去晒，晒干了还要把它装袋，嗯，卖，卖养鸡粪，对，我从小一直帮我妈妈做到国高二，你看看，那帮忙家里赚钱，那个年代，嗯，我们真的多可怜。我到国中还在穿我姐姐的裤子，就穿那种宽松的，所以为什么我对我妈妈的感情是最深的？嗯，妈妈太辛苦。这个很特别哦，啊，这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松树哦，对，这是茶树哦，茶树，茶树啊，哎，摸会有味道吗？我跟你讲啊，来，你们现在摘一点。
然后搓一搓，还要搓一搓。哎，有味道没有？有茶树的味道，闻到没有？我好喜欢茶树，好香，闻到没有？好闻哦，茶树的那个精油都出来了，精神都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也超香的，哎，波耶波罗蜜，波耶波罗蜜，波耶波罗蜜。那怎么羊啊？可爱，群羊。我讲果树真的很有意思，好喜欢。那么羊，还有羊哎，这么一大一群羊哎，好可爱哦。真的，我们现在来的就是全台湾最大的茶树精油的制造厂。哦，所以他这边种的全部都是茶树。哎，茶树可以做很多的功能哎，很多啊，精油嘛，精油，洗发的、洗手的，对，这些都有。这个我喜欢，我也是，我喜欢。哎，是，这你看这个树头多老了，哇，多老了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个茶树的树干有没有味道，有吗？还是它只有叶子？有味道吗？哎，这个也有哎，这有分品种吗？好好闻哦，叶子，这个树皮就没有。我们去里面参观一下，羊超可爱的，哇，哎，这么多，看我们嘞，好可爱哦，养这么多羊的意思，妹妹，那小的才可爱嘞，超可爱哦，那个黑色，妹妹，哎，我们这要走在这个茶树林中间呢，哎，我们真的没有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大片的一个茶树，哎，各位看到没有？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梅姐，嗨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好，有人在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打扰了，对对对对，我这刚才收下来茶树叶，是哦，你是哦，我是这里的庄园的庄主，对对对，我是二代，二代，二代哦，这边叫什么地方？是哪一区啊？我们这边算甘蔗轮，民和里的甘蔗轮的，哎，甘蔗轮，对对对，哇塞，你知道我大了人吗？我知道你大了国中哎，大了国中，我是学长啊，我嘛大了国中，来来来，弟弟姐，弟弟姐，我姐，你看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年头都忘本了。对的。哎，你们这种多少年了？大概12、13年了。12、13年长这么大？对。可是其实这两排是大概留4、5年没去采收它，可以留高的，可以留高的。对，让你们进来有个树，像它有一个茶树林的感觉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你说这个生长的，它的这个速度蛮快的。很快，很快。像我们平均一棵树一年一定要采一次啊，每次采收就像旁边也没有整棵砍掉，全部砍掉，对，留主干在而已。叶子一定会有分嫩叶跟老叶，对啊，嫩叶是这种比较翠绿的颜色，是，老叶就深绿色。对，那你们分别去采嫩叶跟老叶，先搓搓看，闻闻看，两个味道有没有不一样？就有品种吗？品种？嗯，它就是澳洲茶树，澳洲茶树，桃金娘科白千层树，也是精油的味道啊。对，那你觉得哪个味道比较浓郁？我来闻闻看。我觉得老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没错，是老的比较浓郁吧？对，希望在采收过程采取。比较多老叶比较好，是哈，对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活性杀菌活性成分也会比较高。你们进来是没有闻到味道，可是我们叶子在风在吹动的时候，叶子会摩擦，它会细微的释放出来。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在疫情期间，它帮了大家很多的忙，清洁，对对对对，杀菌杀菌，净化空气。对，那个花也是茶树的花吗？没错，它也是刚好茶树开花的哦。对，我没有看过茶树花，哎，这个也是，就这就是茶树，对对对对，好像羽毛，看着好美哦，都没看过，这怎么萃取？这个萃取，我们在萃取之前一定要先把枝干去除掉，因为像这种枝干都没有油，那你整枝丢进去的话会浪费太多空间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要先把粗的枝干去，对，哦，我先示范一下好了，这还要你示范？要啦要啦，奶哥，我看着这样就这样子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还要示范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想也知道，还有叶子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其实还可以耶。有它方向，但还要注意一下手哦。过来，吓死了。好，看谁剃的最干净哈。有点难。奶哥，你什么都要比赛耶？你刚刚不是说，因为他是，那不就为了节目吗？他们比什么？拿什么比鸡腿？奶哥，你忘了昨晚吗？昨晚。欧巴，是呀，奶哥是呀。十八。对，奶哥。昨晚是个意外。哎，最强是美秀姐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美秀姐，你默默是个意外。我的红心哇！我现在吃红心麻辣比较快。哇，这个叶子真的搓一搓，那个香味好过瘾哦。香哦，哇，真的很疗愈哎，这样闻，夏天刚好，也都不需要防蚊液了。真的。对呀。哎，你看看，这看到都是钱。对呀，啊，又是钱，看到都是钱呢。要入股吗？方便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马上跟我爸爸说，这样子可以做到50梦。
不到，不到啊？可能五梦而已，五梦而已，五 cc 而已啊？哎，这样子五梦而已，哎，有啊。所以那你说你这边才多少？哦，金油贵，那真的有道理的。对呀，我胆。啊，去哪六啊？算了，我还是真六长六。真六长六，往哪里走？往里面走。往哪里走？还是养羊好了。来来来，养羊比较快了。养羊，养羊比较快，养羊比较快，养羊比较快，养羊。哇哇哇！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茶树花，哇，好美哦！你们可以闻一下，它蛮香的。淡淡的花香味。来来来来，没有闻，因为闻了茶树，它就抢不了它的茶树。有了有了。最主要是它这个好密哦，欸，这个要拿到花市，我想花市要弄到一次可以卖个一两百。好了，我们再往里面走。我好喜欢花。今天我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那个多功能的乳液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是采用水蒸气蒸馏法，对，然后利用水蒸气的高温高压把叶子面芳香物质带出来。那清油性的东西就叫精油，清水性，清水性的，对，清水性的东西叫纯露。麻烦你们大家帮我用到50ml的纯露到你的纸杯里面。然后再我们就第二个放的是荷荷巴油，它是一种基底油。那基底油帮我拼一下，对，按压五下。哪一种荷巴？这个，对对。哦，荷荷巴油。对对对，荷荷巴油。五下。第三个我们要加的就是简易乳化剂，按压两下之后开始做搅拌。哦。什么叫差不多？像就像美乃滋一样。哦。哦，它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头上的对。就这样子。差那么多。哇，美乃滋不就这样吗？我美乃滋了。你美乃滋了？我美乃滋。我真的没有奶滋。它这会不会太干了？哎，我的什么？哎，它的有一点就是刚刚简易乳化剂多加一点。完了，我有一点点跟你一样。太干了，是不是我这标准？没有，你太少了，你再多一点。哎，你们真的是哎。你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跟你们一起出来录影，我很痛苦。没关系，我们把你的部分剪掉。免得你生气，不要生气，不要这样。王爷息怒啊，王爷。好好，我看你的，我看你的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是笨的人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加凡士林，那凡士林就看为什么加凡士林，就是再增加一个滋润度啊，可加可不加都可以。然后之后再帮我加精油，那精油的话就看到你们依照你们自己喜欢的味道。这都是你们茶树调出来的？茶树没有，全部都是纯精油。那这是我们家茶树精油，基本上我们大概30滴，30滴大概抓一下就好。30，好。好了，好，那再把它搅拌均匀，那这样就可以带回去了。哎，没错，没错。哎呀，这就等于是身体乳液了。对，身体它不要擦脸，不要擦脸，因为太刺激了，对，太脸的皮肤太薄了。对，嗯，好香，对哈，可以加4-5种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是刷冰的吗？哪个一起动手？你好，我可以闻一下。不要，嗯，闻一下。可以闻一下吗？我看我又会变聪明。不会的，那个我哦，好这样，我们要茶树，茶树单纯就好。奶哥，你看我手上这没错，我就是要放很多，就乱七八糟，真的，真的有问题的。那奶哥，你要闻闻看我的吗？奶哥，我现在想到又可以帮你找一个生意的那个耶，你好算命，你看我手相，然后叫人家做这个，真的真的真的是不像是，有没有在台北那个？这是什么味道？我们就到行天宫旁边摆摊了。对呀，那你要戴墨镜哦。我会，我随墨镜，你要看我都背着。你今天有什么味道？你要看一下，我就戴墨镜了。棒啊！好棒哎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棒哦！好了 ，DIY 的带回去。对，下次你就在行天宫下的地下室抹这个，算命，然后算完命抹一下。对。突然醒了，因为闻到那个精油的味道，就是很舒服、很放松。采茶树，然后做精油那个乳液，很有兴趣，因为我没有做过，也没有体验过那个行程，对我来讲，我就蛮喜欢的。每天都很多，今天超多哎！今天我想一下，我们又吃了甜点，吃了早餐，是吗？学校，很多喽，有茶树。哎，我们国中啊！哎，看你国中，我就在这边游泳啊！哦，就在这边游泳啊！是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啊，我们就在这边游，真的游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从这边。哦，这里吗？这里，这边游。哇塞，游泳池哎，一直从上游游到这里啊，是，这就是你的游泳池，对，哪个人家游皮肤不会不好？哪个那个年头，那个年头这么好不好？啊，这下去就是我们讲的糖厂。
假冰，假冰。我一进来就问，又要买了，又要买了，真的很花钱。是谁？赚得不够买的。是谁的行程？赚得不？为什么一直带我们来买？很简单，我们这边呢便宜一点，我们就制作单位付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们零用金嘛。有。好。加几？带好。这个好吃。鲜奶。这个。那个牛奶，那是红豆牛奶啦，这个很多了，对，小时候这很多了。来，我们来算账，看到没有？三明治。啊，我要巧克力牛奶。哦，这个行程很棒，有一种回到小时候去干妈店吃那个冰淇淋的感觉。一进去就觉得这里好像只有在地人会来而已，我觉得算蛮原始的，可能以前就是这样子。你看到没有？这边都是甘蔗啊，对，都是甘蔗园。在这边老鼠。以前啊，男生女生偷情都到甘蔗园。是假的啦，真的啊。以前是很高啊，那个草那边是很高。很高，这还是小。这还很小啊。常常小时候的印象是，我还真的看过那个甘蔗园里面那火车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小时候有如果有新闻啊啥都会看得到，但是有的已经保存得很好，有的就是像今天这样子，它会改变很多很多的，不管是建筑还是什么。中埔啊，也不是中埔更远，在这边。你们有地址吗？有，有地址，有地址，有地址啊。对哦，这个是有够笨。嘉义康路，我看过双子最笨。哪个？我只是，说不定我有我的聪明，只是你还没有机会发掘，有没有？发掘。我们要相处再久一点，你就会很欣赏我。我怕我受不了。Hello， 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德义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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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